方全是水槽，然后我们现在排了一队，马上就要进化。这边有点冷，有点冷，比较冷，比较冷，有点冷。现在是2017年，他们腌制最原始的，对啊，沿袭了上百年的这种搬运方式，进行最基础的体力运动。欢迎来到人间，来到真实的人间。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波多西的情况吧，哈，介绍完了我们再下矿，好吧？就波多西呢，它以前在16到18世纪300年之间是支撑着整个西班牙，银矿的一个开采，在鼎盛时期，它的开采量达到了世界的一半以上，它的开采量是极大的。300年期间呢，西班牙人强行奴役当地的印第安人来劳作，一共开采了25000吨的白银啊，什么概念？不是个银矿石，而是白银提炼出来的白银是25000吨，是很恐怖的。在这期间，有个血淋淋的历史，死掉的就是被奴役死在矿井里面的800万印第安人，啊，这是个什么概念？就在15到18世纪死了800万在这个矿里面，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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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恐怖啊！就是这个矿井其实就是一个地狱，啊，这个东西他们怎么奴役这个印第安人呢？他其实是沿袭了印第安就以前的那个印第安人的一个奴役制嘛，印第安其实也是个奴役制的社会嘛，叫做米塔制啊。米塔制是怎么概念？就是你，啊，我是因为一个奴隶，对吧？我是一个奴隶身的一个身份，我要进行劳作。当我劳作够一定的这个时间或者期限之后，我就会恢复自由身。所以说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来奴役，不断的掠夺奴役，然后又强行他们劳作，然后他们又利用了一些神灵来控制这些愚蠢的印第安人啊，不能这么讲吧，挺可怜的，说实话。但是他们真的很愚蠢，他们没有反抗，800万人反抗都能打赢啊，哎，我不晓得，反正很惨很惨烈啊。这帮人就是给他累死累活啊，在矿井里面挖了300年啊，支撑着这个印第安人的墙。但波多西这个城市啥都没有得到，银矿全部都被西班牙人给掠夺掉了。后期呢，其实就是银矿采光之后呢，这个地方就人去楼空，一蹶不振啊，所以说就被抛弃掉了。进了城之后呢，啊，我们就是找到了一个青旅，好吧，青旅先入住了一下，然后接着在城里大体的先逛了一下，然后顺便开始找旅行社，能不能帮我们完成我们的心愿？我们要去矿井里面去看一看这个东西。大家想到矿井旅游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这个波兰有一个盐矿啊，底下是优雅的喝咖啡，是不是一个游览的一个博物馆？当然在哥伦比亚后面我还有一个去了一个盐矿，也是在里面优雅的逛。波多西你是真的下矿，你知道吧？就是下煤下矿窑这种，就真的是下矿，完全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样子啊。可能白老师以前也是优雅的喝咖啡的，在矿里面那种人，所以说他反差是极大的。哎，马上我们就要下矿了，所以我们要穿成这个样子。对，实在是感觉心理压力好大。对，来吧，白老师。就是我们有史以来体验过的最差的下矿体验，是吧？这衣服就感觉好像是真的吗？从他出生以来，从来都没有被清洁。没有我。就是真的找到旅行社，他们承载这种下矿的这种旅游项目哈，就是这个，然后我们报了名，也没有很贵吧，70块钱啊，一天全包啊，连车接送都要包在里面了，哎，人民币左右，70块钱人民币左右，当然你可以还价，给他还价，但我觉得这是对于矿工的一个支持啊，你不要还了嘛，没多少钱嘛，这个国家都穷得叮当响了，你为 GDP 做点贡献也，对吧？不为过，对不对？交是准的哈，现在。那这样子我就报了名呢，第二天一早啊，有一个大妈啊，说着一个还不错的英语，很好奇这个，因为在南美里面说英语的还说到的还不是很多。那大妈年龄40多岁啊，长得像那个泰坦尼克号里面的 Rose， 然后我们就跟着她去坐了一个很破旧的，比昌河还要破的一个车，就光骑去了那个镇上。就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矿现在什么情况。这个矿是在理科山啊，不是文科山，叫理科山。理科山其实海拔是在4600米啊，4800米，很啊，就是本身波多西城市就很高，那个矿山呢，它是4800米，我们今天下的那个矿是在4600米的一个矿洞，它在开采的300年间呢，海拔硬生生下降了15米，为什么下降呢？就这个山表面上还是一个高耸的一个山峰，其实里面早是千疮百孔，全部都是矿洞啊，被掏空了一样啊，它有8000个矿工。矿洞同时可能有4到5万的
这个现在哈还是有4到5万的人在开采这个里面的鱼矿，因为现在矿呢其实提炼技术有所进步嘛，所以说他们会开采一些品质不太好的一些银矿石，继续来提炼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的当地人还是在干相同的事情。这个矿里面它是一个火山，你也知道，火山里面是有很多这个二氧化硫啊，各种粉尘这个气体在里面。这当地人真的是口罩都不戴就进去啊，很多人都是30-40岁就死掉了啊，就尘肺。所以说他们的命运依然悲催。早上起来，我们是跟着这位 Rose 姐姐啊，这位小姐姐大姐啊。去这个城镇上面给他们采购了一些这个饮料，其实就是那种很劣质的勾兑出来的色素勾兑的汽水饮料吧，啊，你可以理解为玻利维亚版的芬达啊，很便宜，2-3块钱一大瓶，啊，他们喜欢喝这个东西。其次就是玻利维亚这个地方呢，盛产骨科液，这骨科液是什么东西呢？骨科液呢是由骨科碱这个东西的，啊，是经过发酵会有骨科碱，骨科碱呢，它在经过一些化学反应。可以变成可卡因，但骨科液本身它不是毒品，它在当地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衍生品，比如骨科液的肥皂，这骨科液的这个茶，骨科茶嘛，很好喝的一个东西。同时骨科液它是有一些因为它有一些类似于兴奋的一些东西啊，它会振奋你的一些精神。The special shop for the miners. Yeah. Yeah. 好，OK。就是我们自己吃的。我们是贡献给 miners 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吸一个？Usually the miners every day in the morning arriving here for to buy the coca. 他们高反吗？The miners every day they chew coca. Like this, he's keeping big ball in mouth. 矿工呢特别喜欢咀嚼骨科液，为什么特别喜欢咀嚼？一个是骨科液可以缓解他们的高原反应，就是你知道大家在高原里面做工是氧含量很弱嘛，他们会有这个头痛或者说是接不上气这种东西啊，骨科液可以缓解这种症状。我们那时候也是全凭一口骨科液吊着啊，在矿井里面坚持了2-3个小时。其次就是骨科液呢，它是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味道在里面的，你通过不断的咀嚼。它会淡去啊。他们以前那个人呢，因为没有时间嘛，也没有手表，他们在矿洞里面也不知道干到什么时候，他们就早上含一把骨科液进去咀嚼3-4个小时，等到咀嚼的完全没有味道的时候，差不多就4个小时，他们就该出矿洞了。所以说也是一个时间计时的一个手段在里面。OK， 在我的身后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现在要上车了。然后就 fly the horse 下矿，前面还有一群外国友人，后面就是我们今天的扛把子。不清楚国旗是哪个国家啊？前方就是一个 entrance， yeah， 对 ，entrance， 我们要进这个生物这个 entrance， 这一座矿是一座银矿，我不想去。然后有15000名工人，500个入口，不然会头疼。非常非常大的一座矿。这栋矿从开采以来，白老师告诉我，下降了20米。这座山，这座银矿。其实下矿的这个过程中，你是能感同身受的感受到这个矿工的一个过程的，就是从一个很明亮的空间里面到一个完全密闭的一个空间里面，并且整个都是伴随着这个，硫磺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从国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让白老师和，带了很多口罩，那种防毒口罩啊。过来的，但其实还是抵不住那个刺鼻的味道啊。但我想想，其实矿工的话，每天他们我们只是2-3个小时体验，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哇，里面非常非常黑，只能看到这个头灯的微光，脚下全部都是泥泞的水混杂着非常黏的这种土。我们穿靴子在里面行走的非常艰难。move， 我们要拍一段。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走了1公里，但是依然是遥遥无期。还有1公里啊？这个矿洞没有吧？这个矿洞100米，这个矿洞非常非常的长。然后贾老师在后面走丢了，不是他去找手机了。我们为他默哀2分钟吧。他手机可能丢了。那个这是他们的神，矿神。然后他嘴里抽着很多烟，眼珠子是玻璃球，表情非常的狰狞。但是它是我们所有矿工的保护神。这里有一个异物，非常非常庞大，很巨大的异物。所以说我们到了第一个地方，看了一个神啊，叫矿神。这矿神呢，其实每个矿里面都有，
啊，都有大矿，里面肯定是有矿神的，就是一个长得很凶煞的一个人啊，是用泥土糊出来的，啊，最大的特点是在胯下，啊，有一根阳气啊，又粗又长，啊，为什么弄这个胯下会有这个奇怪的东西在里面呢？啊，这个就是源于这个当时西班牙奴役印第安人的时候一个洗脑的一个东西，他们就是说矿神会保佑你们啊在矿下的这个劳作和平安，但其实这就是洗脑和麻痹，还是死了八百万印第安人啊，印第安人就会觉得找到一个依靠，你如果说不给他一个信仰哈、啊、人就是这样子嘛，没有信仰的话他就会就会反抗啊，就会或者说就会自暴自弃啊，就会自杀或者什么的啊，没有信仰了。他给了他一个信仰，就是矿神是支撑他们的东西。这矿神胯下的那个阳气呢，其实代表着这个印第安人对于这个生殖繁衍的一个生殖崇拜啊，对于他们觉得生命是这种生生不息的一个东西，就是矿神。他们在矿神的时候会有一个祭祀的啊，祭祀就是给矿神呢啊点一根烟啊，塞到他的嘴里面啊，给他上一根烟。其次就是在那个集市里面，我买了96度的这个酒精。真的是96度的酒精，我们还每个人都尝了一口啊，真的是96度的酒精，说实话巨辣无比，给它供一下，所以说这是我们保佑我们旅途的平安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情况非常差，所有人都伴随着高反的剧烈的头痛，然后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现在走了2公里了已经，所以说非常非常拍这个节目真的非常非常难的，你们一定要支持白老师啊。挥别矿神啊，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长途的跋涉，钻了很多狭隘的一些矿洞，然后到达了这个矿工工作的一个地方。我们打包好了往外走。 OK， 拍几个照片，多拍几个照片。然后矿又从这个井里出来了，从更深的地方，从更深的地方出来了，然后底下还有人在干活。我走。下面这位大哥马上下去了，他又掏了一袋子新的矿石。银矿石，银矿石，对，他要选矿的，然后用卡车运走，然后把矿选出来。他们工作其实也是蛮简单的，大体呢就是每天啊，在下午结束劳作之后，放上雷管，埋好，点燃，引爆掉，然后第二天早上呢，等到这个粉尘全部都沉淀下来之后，啊，他们开始就是个把矿石，对吧，敲碎之后。用这个简陋的那种装置吧，把它给提上来，然后装到矿车里面。矿车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推车啊，我们也帮忙摇了，也推了，感受了一下。其实，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是正常海拔哈，也干一会儿也真的蛮累的。况且那是真的是高海拔，我们真的弄一会儿哈，上气不接下气，你可以这么来讲。换完大车之后，就是把那个大的车推到外面去，它蛮简单的。这一个经历，但其实你回想起来，印第安人那个时期呢，他们每天可能要在里面，现在的矿工每天要工作6到8个小时在矿井里面，那印第安人可能是每天没日没夜的在里面工作，可能是10个小时，可能10几个小时，这也是他们可能这么多人死的一个原因。现在整个波多西，有8000个矿井，每天呢有4到5万人还是在工作，他们矿工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30-40岁，很多人可能。干一会儿可能他出来做一些别的项目可能是会有吧，但可能大部分人可能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死掉了，他们更没有什么保险。有光了，得救了，我们得救了。欢迎来到人间，来到真实的人间。我们在空气和太阳，我们感受到了阳光和新鲜的空气，真正在矿地里边2个小时，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挑战。但是我们要一旦要想一想，他们没日没夜，每天要在这里工作6到8个小时，这是什么样的感觉？8到12个小时了。我们走过的路，最长的路不是套路，而是矿工走过的矿路的路。我们应该向他致敬。我们用的所有的银的首饰、耳环、手镯，所有的银制品，包括你们家的花瓶。你们家的劳斯莱斯汽车都有可能都是他们一掀一瓦一车纯手工推出来的。来波多西矿井游，我觉得是不得不拒绝的一个景点。不错了，你无法拒绝的一个景点，因为整个波多西就是架在
整个矿藏历史上的一座城市，也是一种全新的旅游体验。再见。